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疫情后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而这个标杆当然是指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意向。疫情之后，可能你已经淡忘了教会的意向，今天让我来提醒大家，腓拉铁菲教会的意向是兴起新时代的器皿，进入和转化我们的城市，建立无墙和荣耀的教会。在这个大意向里头里面，我们的使命驱使我们跨前一步。我们的使命是培训工人，不刀宣教，建立分堂，让疫情之后的我们每一个人被装备，成为这末后日子的主的工人。记得宣教和布道将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热忱。感谢赞美主，在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得见教会继续的扩张，我们多了两间的分堂，在宝生的网络教会、方怀教会，还有在甲东的分堂 PCGBON。 我们祷告让每个的弟兄姐妹继续的为神的国度来扩张，建立主的教会。你要记得，每一次当我们在教会里头里面，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按照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有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就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而我们腓拉铁菲教会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全人发展，追求卓越，建立我家教会生活，两代工程，传承基业，遵守真理，恒切祷告，舍己服侍，团队精神，迎娶灵魂，国度复兴。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点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的，让我们一起继续更多的委身，更多的摆上，更多的服侍。 Amen。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就如同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一个的短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疫情之后的教会，我们要再一次的归回到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意向，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花点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赞美，进入到敬拜里头里面，接着祷告，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转向我们的神，好吗？在你的位置上，我们一起的花点时间，一起的来祷告。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神要在我们生命中里头里面做新的事情，来更新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新我们的灵，来更新他所交托给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梦想。就在此刻我要祷告说，圣灵啊，你要继续在我们心中里头里面动工，把一切所有在我们的思绪里头的杂念完全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挪开，让我们只是对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与你的心连接的时候，主，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增。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与你的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就有胆量，就刚强壮胆去面对全新的一年。所以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里头里面，主啊，你必须要在前面来引导我们。主，在此刻正如刚才祷告我们所说的，主圣灵，你要引领我们，引领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心，你的心和我们的心要连接在一起。主，在此刻我祷告，愿你的话也在我们心中里头有落脚之地，对准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如同光照在黑暗里头。主啊，什么时候黑暗离开的时候，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眼睛就会亮，主，我们就能够看得见你在前面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好不好再花点时间在灵里面再来一起来祷告，来萨克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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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的事情，主啊，新酒要浇灌新的皮带。主，我们祷告说，新的一年你要给我们新的意念，新的方向，新的策略，新的感动，新的力量。主啊，你的圣灵要更新我们，从里面到外面，从里面到外面，到灵信心纪念更新我们。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很高兴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展现，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里眼里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神里眼里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带着信心来一唱，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做新的事情，全地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临到我们当中，新的恩膏，新酒，新的启示，新的感动，新的创意，新的力量，新的方向，新的动力，新的器皿，新的团队，新的歌。神里眼里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举起双手，一起的来祷告，一起的来相信，新的一年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情。神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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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新的看见，新的理想，新的方向，新的启示，新的亮光，新的创意，新的动力，新的恩膏，新的力量，新酒。主，我们相信你在马来西亚已经做新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相信你要在你的国度，你的教会也要做新的事情。主，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上你已经成就的事情，在这个地上也必要成就。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你在马来西亚你的教会要做新的事情，我们祷告新的器皿，我们祷告新的歌，我祷告新的教会要兴起来，新的复兴的运动要接着新的器皿诞生。主，我们祷告在职场，主，你要做新的工作，一起的来唱，全地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阿们，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眼里看见新的异象，你要做新的是在我们中间，圣灵你必引领，阿们，圣灵，圣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一起的来宣告，一起来唱。神灵，神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欢迎你的圣灵，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情，新的力量，新的启示，新的亮光，新的创意，新的力量，新的动力，新的团队，新的器皿，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将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神大力的拍子，一起呼喊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赞美的歌曲，主啊，兴起你的教会，主用我们来兴起主大能的教会，阿们，拍掌的来，呼，哈利路亚，主耶稣，请让我走到右边去的来，我们一起的来唱，我能 ，Come on， 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拍掌的来，大声的来 ，Come on， 嘿、hey ！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一起高声唱 ，Come on， 哈利路亚！一起来，高举主的圣旌旗，耶稣基督是王，王是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拍掌的来，今天晚上我们要用我们赞美声音的来摇撼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氛围，阿们，一起的来。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继续的来，带着信心的来。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
相信我必能得胜。一起的来，哈利路亚 ，Come on， 哈利路亚，依靠居住的神，信息耶稣基督是王王之王，哈利路亚，信息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继续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依靠居住的神惊奇，耶稣基督是王王之王，永远是哈利路亚。一起的来说，信息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好吧，今天晚上当我宣告一句的时候，你们也大声的宣告好吗？在这个地方里面用我们声音来宣告好吗？当我们还没宣告之前，我们一起大声呼哈利路亚好不好？欢迎神的同在，他要掌权在假动这地方，掌权在我们的教会，阿们。一起呼哈利路亚，来，一二三，哈利路亚，再呼哈利路亚，跟我起得来，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你们来，你胜过 ，Come on！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 ，Come on！Yeah, that's right，Come on！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 ，Come on！ 跟你的心来唱，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再来，再来，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一起的来，嘿！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我不猜，我不猜，嘿，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再来，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举起双手来，每一个，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最后一次的来，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你们大声的来唱，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Amen， Amen， 再大声的来。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心相信，我必能。高举双手的来唱，神的百姓。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你们的来，感谢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息主大能，信息主大能，教会主啊，为主发光。主，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举起双手的来，高举主的圣旌旗，耶稣基督是王王之王。兴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主啊，心起初他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好啊，教会我们大声的来唱，高举双手的来，哈利路亚。心起初他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我们开声的来围着教会来祷告，一二三，开始来祷告。圣灵降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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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着你所知道的教会，你所认识的教会，现在祝福祷告。属灵安的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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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的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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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祝福他们的慷慨，主啊，祝福他们有国度的这个看见，主祝福他们的牧者，主祝福在这教会的所有的领袖，祝福他们，主好让他们在假动这地方，主啊，他们要去到的职堂的地方、宣教的地点，都要被你兴起来。主，我们所爱的教会，求你来祝福。是个利亚的啊，啦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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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是你的嘞嘞嘞，是利亚的啊，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晚上要特别为着你自己来祷告，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我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唱出兴起你大能的教会。同一时间，其实你在告诉神说，主啊，兴起我的生命，因为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所以今天主啊，当你兴起你教会的时候，主等于你要在差我们去到各个地地的时候，主你要兴起我们的生命，继续完成你的工，主啊，继续去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使命，好不好？高举们说，今天晚上为着你的生命来祷告，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你看见了吗？你被差到职场，在教育，在家庭，儿童的在学校，年轻人的在你的补习中心，在网际网络，你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兴起我们。沙卡拉巴特亚那，开始的为自己来祷告，一二三，来祷告。沙拉扬的呀，拉拉巴卡拉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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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沙拉扬的呀，拉拉拉巴巴卡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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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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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沙拉扬的呀，拉拉拉巴巴巴卡拉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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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拉扬的呀，拉拉巴卡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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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沙拉扬的呀，的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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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里安的呀，啦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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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里里里里，卡拉巴斯卡达塔拉巴卡拉巴巴巴卡拉巴巴巴卡拉巴巴，苏格里里里，苏里安的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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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沙卡里亚的里，兴起我们主，
主，当我们听见你问有谁肯为我而去，主，我们在这里说，主，我在这，请差遣我。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有谁肯为我而去？我在这，请差遣我们。主，我在这，请差遣我。有多少个今天晚上你要从这个敬拜里面，你要告诉神，你要回应神，主，你已经兴起我，我也要听见你的声音，差遣我。好不好，这时刻高举你我的手，透过今天晚上的敬拜来回应他。主，我在这，请差遣我。幕后的左右旁的弟兄姐妹，我是你的话，举起我们的手，主，我在这，主，我在这，差遣我们。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因你宣召，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完全，完全相符，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因你宣召，没有重来，重来，主啊，献上生命给最爱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一起来好吗？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耶稣我爱你，希腊的歌生命献给你，预备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十字架，耶稣我爱你，喜乐忘记他给我们的使命，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与带下你与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
来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主，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就是要你的选民进入到你全新的约里头。主，我们知道在你的全新的约有你的恩典，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医治，有你的丰盛。主啊，谢谢你。主，我们也知道在新的一年里头里面，就如同你带领百姓要带领我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主，我们相信你量给我们的第一界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地。主啊，你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借着你的话来扩张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梦想。主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当初你让你的百姓所看到的就是那迦南美地，当百姓们看到，百姓们就能够惊到。弟兄姐妹，今天主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在新的一年我们必须要新的看见，当我们看得到我们就能够惊到，它是相反的。来临的这几个礼拜，如果说我们看不见新的一年神所给我们的新的方向，我们就没有办法随着他的带领。所以我在这边为着每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再次跟我祷告，你量给我的弟兄姐妹的第一界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地。主啊，打开我弟兄姐妹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你所量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主再次跟我祷告，当我弟兄姐妹他们看到的时候，主啊，他们就能够惊到这迦南美地。祝福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摆饼。三个礼拜因为我们有特别的讲员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把三个礼拜我们的摆饼压后到这个礼拜，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摆饼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五十三节，六章五十三节，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边所说的那个生命，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活着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指神的生命。你说，哎，牧师，我们这个肉体活着的这个生命和神的生命有什么分别呢？你有听过行尸走肉吗？行尸走肉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是肉身是活着的，他去上班但是没有热忱。我还记得在主日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到说，现在在职场上流行的这一句话 Quiet quitting， Quiet quitting 意思说，在职场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他们人在心不在。其实人在心不在就代表说他有上班，他有打卡，但是他没有生产力，他只不过是待在公司而已。这个就是行尸走肉啊。如果说今天我是老板的话，我绝对不要这样子的员工。我要的那个员工是什么？是要他的心。因为什么时候那个员工全心全意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个员工肯定在公司里头里面一定会有生产力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今天信徒们也是一样，大家可以来教会，人在，但是心却不在。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日子哦，在四月五月份当教会全面的启动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开始恢复整个的聚会的时候呢，我心中里面非常的期待。期待什么？也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讲说的，当我们跨进全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头来过。现在是世界杯嘛，对不对？世界杯有上半场也有下半场，对不对？当然昨天晚上的那个的赛事我是有点的失望了，因为我的 favorite team 就是 Brazil， 然后从小我就很喜欢巴西队。我没有看，没有看，我只是早上一早起床的时候就看那个结果而已。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下半场这个疫情之后，我想提醒大家是我们的下半场，千万不要跟这个黑暗的国度踢到终点的时候呢是什么，是一比一，千万不要。然后 penalty 是很危险的哦，所以在赛事还没有结束之前还有时间，还有下半场。所谓下半场还没有来到终点之前，我们不晓得耶稣会在什么时间点回来，但是在下半场我祷告我们的教会，我也要看到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全面的恢复过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留意其他的教会，600人的教会变成400人，3000人的教会变成2000人，当然我们教会也少了不少人，但是没有关系。上半场在中间休息的时间里头里面，我们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有些人去到休息室，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有下半场。但是去到下半场的每一个的球员，你一定要记得人在踢球能不能够进球，完全在乎那个球员有没有尽他的心来踢那一场球。所以你要记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信徒们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被筛选但是会落选，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考验。我们要如何经得起考验，你一定要记得人在心在。我想提醒大家，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敬拜，所以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人在那个地方，你的心一定要在最好的线上。那么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人在家里面我们的心也要在，当然来到教会更加重要的，我们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必须要向神来对准。但是所谓心在是什么，你要记得耶稣他说的，时候将到如心，就是父要找那拜他的人，乃是用心灵与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拜这位神，一定要记得是他的生命气息在我们里头，我们成为一个活着的敬拜者。所以每一次摆饼的时候，你要记得饼就是预表着基督的身体，如同这边所说的是他的肉。所以当每一次吃饼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在这一次的经文所说的，你们一定要吃我的身体。每一次摆饼的时候，我们喝他的杯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是喝他的血。当然葡萄只是预表着他的血，但是我们喝进去的那一刻的时候，你要相信他就是基督的血。当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生命是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想问大家，凡是有工作的，你有没有人在心不在？千万不要带着这样子的思绪进入到新的一年。我祷告今天晚上我们摆饼，我们要纪念主，好吧，准备好我们的心。这饼是预表着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去的，当我们注谢了之后，我们所吃的你一定要记得，你所吃的不仅仅是饼，是他的肉体。待会等下我们喝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不光是葡萄汁，是他的血。 Amen。 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饼杯的面前，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在十字架你所给我们的是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领受你所给我们的，就如同今天晚上一样，我们领受你的饼，领受你的杯，我们相信你的生命也要进入我们里头。
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连结，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份。主啊，我祷告今天晚上当我们领受了之后，主啊，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他们回到公司回到工作的环境，他们要活过来是因为你的生命在他们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饼。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杯。哎，每次摆饼的时候，给牧师有这样子的恩典来为大家来祷告，为你的身体来祷告。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出席 MacKJ 的 graduation night， 我最大的收获不光是看到 MacKJ 他们的学生嫁妆，我最高兴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会友她怀孕了。哎呀，这段时间应该讲前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跟我太太为她祷告为她祷告为她祷告。当我看到 MacKJ 的老师走上台上的时候，哇，我的眼睛就亮了，因为我看到新的生命。但是我知道这个新的生命是完全是神的作为， Amen。 所以今天晚上凡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祷告，我也要你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Amen。 主在此刻围着我这边的每个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尤其是身体身上有病痛的，包括线上的，我为他们祷告，你来医治他们，来祝福他们。主啊，刚才我们所领受的身体是你受过鞭伤，是你受过刑罚的。主在此刻我祷告说，你的医治要临到我的弟兄姐妹，你的医治包括恢复的大能。主啊，你如何恢复我的弟兄姐妹，恢复我的姐妹是不孕的怀孕。主啊，这是你的能力。主在此刻我相信祷告的能力，主我们相信信心。主在这一边我的弟兄姐妹，凡是有缺乏的你供应他们，尤其是在职场上有工作的，主我祷告刚才我所宣告的属神的生命要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给他们有一个神的生命。祝福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祝福祷告， Amen Amen Amen。 来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收今天晚上的奉献。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Amen。 So我们又来到了奉献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六章三十八节这里读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面，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一个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的误解，我们可以有一个误会。可能误会的东西就是神说，哦，你用什么东西量的话就会量回给你了，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给钱的话，我用这一个量斗去量了这一笔钱，神就必会给回我这一笔钱。哎，好像有点问题哦。加上神之前也有讲过，神的话语里面也有讲过，我们有三十倍六十倍还有一百倍的收获。你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如果你像我之前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想，今天神啊，我给我的十分之一奉献，我给十块钱，你给我一百倍，一百倍的收获我就二十块，我再把那个二十块再给你，你就给我四十啊，给我再多一个二十块，我就有四十块哦。这样我就把四十块给你变八十，然后 after that 又变百六，再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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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不是变百万富翁了哦。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态在给这奉献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带这一个神啊，我给你，你就一定要给回我，这样子的心态吗？还是当我们给这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神，这一笔钱是属于你的，今天我们给你这个奉献是因为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是你先祝福了我们，而你祝福了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把这么一点点再还给你。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什么量器，我们用了什么量器量，什么量器就会量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带着的心态来奉献是一个诚恳的心态，带着的那个心态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心态，我相信神祝福给我们的是神甘心乐意的祝福来的。 Amen。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能力奉献给你。主，我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着我们的奉献，求你让我们的心是纯洁的。当我们奉献给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个不好的心意来奉献，不是为了得着你的祝福而奉献。主啊，我们奉献今天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而我们有的也是属于你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有更大的能力能够给你更大的奉献，给你更多的奉献，给你更好的奉献。最重要的，让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你是喜悦甘心乐意的奉献。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求你用我们的奉献来扩张你的国度。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常常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名祈求。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透过银行转账来做出你们的奉献，记得注明是 PC 克崩，方便我们的会计来做出安排。愿神祝福大家的奉献。 Amen。 谢谢 Vincent， 谢谢 Jason。 平安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晚上又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心中里面都非常的期待哦，你知道吗，在教会里头里面有一些的姐妹们哦，她们常常讲我说，哎，牧师你很好练啊。然后起初因为我不是福建人嘛，所以我不晓得好练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查了字典，哎，没有，不是字典，我就问了一些，哎，什么叫好练？哦，原来好练的意思是说自夸的意思，是说常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棒啊，你知道。真的哦，我每次我就觉得，哎，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一定是很棒。但是很多时候我分享之后我就觉得，哎，神啊，每一次我都觉得我的信息很棒很好，都说神啊，什么时候你才大大的使用我。所以每一次我都是跟我太太讲说，哎，每一次你都讲说我讲得很好，我讲说，哎，就不见得神好像大大使用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太太就很厉害你知道的了，我太太就很会安慰我，哎，神已经大大使用你了。所以每次我听到的时候就，哎，有一些的安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里面，你应该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呢要有信心。你一定要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呢是什么，是最好的，是最棒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仍然还是觉得我是全马来西亚最棒的，最好的，最会讲道的牧师。所以这个号令是对的哦，对的意思说鼓励自己， Amen。 但是不要让自己的自信变成狂傲就可以了， Amen。 好，今天晚上很高兴的能够看到 Esra 在我们当中。 Esra 他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在槟城认识他，然后有一起配祷告，一起服侍。然后很高兴他每一次来到吉隆坡的时候都会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打气，来支持我们。所以然后他也带了一些的更小的小朋友们介绍他来到我们教会，这样子很感恩， Amen。 刚才跟另外一个年轻人在吃饭在聊天，他刚刚来到我们教会，他说，哎，是牧师我认识你的，以前你以前就认识我，以前你认识我的时候是很小。是的，牧师我在小的时候就跟你一起拍照过。哇，我听到又有的夸口一下，哎，哇，原来我的粉丝来到我的教会哦，从新山 来到这一边都能够出席我们的教会，不错。好，又好练一下，自夸一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牧师认为说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来看诗篇十一篇。诗篇十一篇，今天我所分享的其实就是礼拜二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每个礼拜二都是晴雨露的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跟神说，神啊，今天晚上晴雨露的祷告你要我讲些什么东西，然后神就带领我去到诗篇的十一篇。所以今天晚上和明天的主日我就可以在这一篇里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说出来。我们先来看诗篇的十一篇。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些的教导，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教导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诗篇的十一篇第一节，这个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写的诗，我念，我一口气把它念完它，然后我要求大家留意一些重要的词。诗篇十一篇的第一节，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往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万工，把箭踏在弦上，要在鞍中射那心里争执的人。请这样，争执把它圈起来。Integrity， 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到底这第三节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都听人讲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他什么都不能够做，是什么意思？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殿里，耶和华在他宝座的天上，他的位言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杯中的份。请留意最后一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又再出现一次了，正直，正直，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最后讲说见他的面。好，拿起我们的圣经，一起的来宣告，包括在线上的，来准备，来一二三，这是神的道，我要听到、心道和行道，因为神的道能改变我的生命。来，你们大声宣告，我要听到、心道和行道，因为神的道能改变我的生命。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双重标准。前个礼拜我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双面人，当然我的信息的内容是安于这一些在位的真客，因为大家知道在前几个礼拜大家的眼目都是盯紧在整个的国家的政治的局势，何谓是一个双面的人呢？当我们今天晚上更加了解牧师要教导大家的双重标准的时候，你就明白今天在我们周围的身边的一些的朋友，可能是同事，包括家人，甚至教会的领袖，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留在这一个的十字路口。双重标准的意思是指什么？是指一件的性质，但是在两个不同的人，或者是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中里面呢，会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判断。或者说一个的标准在环境的之前和之后竟然会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判断。我重复再解释多一次，双重标准的意思是说，在一件的事情上里头里面，但是在衡量着两个不一样的人竟然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判断，或者说同一个的标准在两个不同的事情上里头里面会产生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也或者说这一个的标准在一个的时间之前之后的两个的环境当中里面会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你说牧师，你给的这个定义到底是指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去了美国的一趟，主要是去美国开会，但是那时候是在非常严峻的疫情当中，要出国是非常困难的，我申请了至少三次，最后才拿到 travel pass， 然后飞去美国。当然我飞去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我回来呢
由于美国是一个高风险的国家，必须要隔离14天。我还记得那时候从机场一到步的时候呢，整个的国际机场是空的，然后就有一些的工作人员就加了巴士，然后全副军装嘞，带着我们所有那一班机的乘客上了巴士，立刻送我们到饭店，然后直接进入饭店，进入到官方也就是政府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饭店那一间的房间，然后隔离了足足14天的时间才放我们出来。14天之后呢，我告诉大家，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走在这个地上，我感觉到是什么？我感觉到好像是太空人走在地上这样子。为什么？因为那14天里面真的是跟整个的世界完全的隔离哦。再加上在之前我已经去了美国超过10天的时间，但是后来我在报纸里面我看到马来西亚有一些的部长去了高风险的国家回来过后呢，竟然不需要隔离，只需要在家里头而已。后来这件事情呢，被其他的读者知道了过后呢，就受到抨击了。当然我不可以指名道姓了 ，OK。后来也发现有些的部长呢，没有什么戴口罩，吃什么榴莲。然后后来呢，有一些的平民被抓到了，还要什么罚款。后来抨击某一些的部长呢，现在部长罚款是1000块，但是呢，平民罚款是超过10000块。还有些被抓到的没有遵守居家隔离的命令呢，竟然还要坐牢哎！你还记得在去年这些的新闻吗？这个新闻被平民抨击为什么？双重标准。我想问大家，今天在现实的社会当中里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双重标准的事情？在教会，在工作的环境，在你的职场，或者是今天我们也应当来反省一下，在全新的一年里头里面，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能够有一些的调整，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督徒。我想提醒大家，明年2023年神所给教会的方向两个字，圣洁。圣洁的定义很广泛啊，神所给我们的主题经文是什么？耶稣对着门徒讲说，你们要完全好像父完全一样。今天我们在家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工作的地方里面，如何能够活出父完全的形象呢？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脱离双重标准。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里面，有太多的 ideology 了，有太多的学说了，有太多的理念了。当你在进入到媒体，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有许多资讯的泛滥，到底哪一个的资讯才是准确的，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道德的标准？我想告诉大家，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里面，我们要做光做眼，其中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道德。而道德的话，我们在工作的职场我们称它为什么？ Working ethic。 我们有我们的道德，但是我们如何在所有的废信徒当中里面，我们能够脱颖而出？包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在这个社区里头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做光，如何做眼，跟我们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完全好像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是的，我们外在的表现很重要，但是你必须要明白，里面将会决定外面。我们来看这一集的经文，你就更加的明白，当你在外面所听到的东西，你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章20节，5章20节，这边讲说祸灾了，祸灾了，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意思说把对的事情说成错，把错的事情说成对的。
以暗为光，以光为暗，意思说是非颠倒，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弟兄姐妹，简单来讲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能够把直的事情说成歪，把歪的事情说成直呢？到底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所发生的每一样事情，从你的家庭到这个整个的工作的环境当中里面，难道没有失的失吗？意思说难道没有所谓对的事情吗？你说不是，你到底要在讲什么东西？那我会讲一些比较 extreme 的一些 example， 比较极端的一些的例子，让大家来看看，想一想看。我问大家，婚前性行为是失还是非啊？婚前性行为或是婚外性行为，婚前和婚外是光呢还是暗？当然在教会我们闭舱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胆量说，哦，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肯定是什么是暗的，对不对？是错的。但是今天如果说这个的课题是在学校朋友当中，在中学的群组当中，如果说这个课题是在什么是社交媒体大家拿出来讨论的话，如果说这个的话题是在你工作的环境，在你的闺蜜当中，在你朋友圈子拿出来讨论的话，很有可能就好像这一节所说的，称为恶为善的，称为暗为光的，称为苦的为甜的。所以弟兄姐妹要留意今天这个社会，包括甚至在学校，当然马来西亚还好，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好像最近我的好朋友才从美国回来，回来在吉隆坡逗留要一个月的时间，前两天他才跟我讲，他的儿子现在比较大的是在中学了，在学校的课本的当中里面同时将会有 PPT， 有 slide， 有 V， 听好，同性性行为，然后告诉孩子们是 OK 的，这个社会在美国的社会是被接受的，当然校方允许学校里头的学生可以 optional 选择不要上，但是大部分的家庭的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可以有选择性的。然后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孩子的班上的学生只有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同学没有选择上这个课程，然后全部同学都上了这个课程。所以你思想一下，在整个的西方的文化侵害到整个的亚洲的时候呢，我的意思说，当整个的亚洲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呢，我们会被西方的文化而侵害。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言论当中里面，我想提醒大家，在座的父母们，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快一步会在社交媒体触摸到这一些所谓的 ideology。所以今天这就是为什么我所说的，在这个社会当中里面，包括在教会当中里面，只要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双重的标准向他打开了门。尤其是在这个是非部分的这个社会当中里面，我们更加难的去找出那个的是的标准。我再给大家看23节，23节是在马来西亚社会当中里面最常看得见的，你就更加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道德的标准那么重要。一旦我们有双重标准妥协的时候呢，整个的国家社会将会沦陷。23节这边讲说什么，他们应收贿赂，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在马来西亚这个社会里面最常见的，因为收贿赂就称什么恶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换句话说，首先是什么？当有贿赂的事情，有罪的人可以成为没有罪。对了，在报纸上里面，你常常不是听到吗？在某一个政党里面，有什么帮，不可以讲的太多，你应该懂了。将一人的义夺去，换句话说，只要有钱，公义就不再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里面成为每一个人衡量的标准了。是谁决定那个的道德的标准只要钱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贿赂最大的问题哦。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里面，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教会在这个职场当中里面，我们如何真的是能够做光做盐？你一定要记得今天晚上我讲的三个的标准，三个的终点，帮助我们离开双重标准。第一，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呢？因为人离开了基要的真理。刚才我们看的诗篇的十一篇的第三节，我念这边讲说，根基若毁坏，一人所做的，一人还能够做什么？你和我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建造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子能不能够安稳，和这一栋房子的基础非常的重要。同样的，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如何带起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的婚姻如何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当中里面充满着诱惑和风吹雨打的冲击，我们的婚姻仍然能够牢靠呢？根基，我想提醒大家，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考验的，不论你是单身或者是有婚姻或者是有家庭，你的事业，你出来创业一定会经得起考验。但是你要知道，建房子最重要的不是这栋房子的外貌，它的装潢，最重要的是这栋房子的根基。所以同样的，今天包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很擅长做于什么门面的工作。今天我们讲我们的事业，我们最擅长的是什么？市场策略、宣传，这些都是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花时间去做别人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去建造那个的根基的时候，当市场变动的时候，受到考验，整个的经济的循环来到低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不堪一击。这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根基。但是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如何来建造？记得牧师所说的这一句话，建造在基要的真理， Fundamental truth， Fundamental truth。 简单来讲，刚才讲说婚外的性行为是不是罪？当然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有很多的学说，你一定要回到起初。起初是什么？是最崇高的标准。起初神造男造女，造男造女的夫妻制度就产生了，告诉我们说什么？婚姻是从神而来的。在起初，在伊甸园的婚姻的标准是什么？一夫一妻。所以当然今天在西方的学说里面，包括在他们的学校里面，他们都提倡，不应该讲提倡，他们接受，他们能够包容同心。但是今天身为基督徒，身为教会的我们，如何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而不受到任何的冲击呢？回到基要真理，到底神的话语圣经是如何来说关于性的事情，包括钱也是一样。今天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里面，我们工作的，我们当然是为了钱呢，但是钱是否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最终极的目的？
所以我们又要回到圣经里面，耶稣他所说的，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的主，不能够爱这个，你不是爱这个，你就是恶这个，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这个。人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钱，钱又是马门呢？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讲，他没有说到钱是中心的，他没有说到牛头人，他有说只要一不小心的话，你就会中这个轻那一个。最常见的基督徒在现实的社会当中里面，尤其是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失去了很多的钱，我们少了很多的钱，我们必须要追回在两年多里面我们所失去的。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重钱而轻了神呢？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基要的真理， fundamental truth。如果说今天我们讲在职场的话，最常讲到说在职场所创业的一个理念，国度的理念是在哪一章哪一节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你所需要的钱，你所需要的顾客，他都会加给我们，但是有先后次序。弟兄姐妹，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就是 fundamental truth，这个就是基要真理。很多人都问我说，哎，牧师，我们这样忙，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才会平衡？很多人遇到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里面，对我讲说，哇，你做那么多事情，你有那么多间公司里面，你赚那么多钱，你有那么多的员工，你又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你如何平衡？听好，你必须要让神成为你的中心点。当你让神成为你生命中的中心点的话，就好像时钟这样子，你就能够在对的时间里面做对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面，由于神在你心中里面是你的中心，你就能够将神所给你的生命，他给你的才干，他给你的创意，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give the best part。所以没有所谓的优先次序。如果说你问我，牧师，你是如何分配你的时间？你是否说一天你把这个时段分段分配出来给家人，然后一天两个小时给家人，两个小时给教会，两个小时给工作？我很难告诉你说为什么。什么时候你把你整个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基要的真理？什么叫把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中心点？你要知道，神的话就是神，神的话就是神。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面对难题的时候，你在困扰当中里面，你不晓得如何取舍的时候，你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面对考验的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一定要把神放在你在考验十字路口的中心点，然后你就有答案。刚才我不是讲到说贿赂吗？我跟大家讲这个见证，我相信这个见证大家都有了。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见证的话，你听了我这个见证之后呢，我祷告这个见证将会成为你的接近。然后我跟大家都是一样，我都是凡人的，很多时候我驾车的时候呢，我都会 voice message 给我的同工。那天也是一样，我很紧张，你知道吗？善于利用时间哦，只要在车头，在车厢里头里面，不理是三十分钟的话，我都尽量去善于利用那三十分钟的时间。在那三十分钟里面就开始回 message 叫 voice message， 然后前面就看到警察了，然后我就听说，哇，如果说用手机被警察抓到，罚款3000零几，1000零几，1000零几，哇，说糟糕，然后就把车停在一边，然后窗口就拉了下来，然后那个警察就问我说，英姐，没什么呢？然后我就很潇洒的跟他讲说，3万3000了，哇塞！然后我心里面讲说，3000块就不见了。那时候我认为是3000块，现在有人告诉我是1000块，不见了，3万3000了，哇，心里面讲3000块不见了。然后那个警察就告诉我说，不多个，阿德马斯个，那不给马干嘛呢？弟。打不了，3万3000。
然后他就问我你做什么工，然后我就告诉他讲说我是做牧师，然后他听不明白什么叫做牧师，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的公司是什么，哦，我的公司是 NGO， 然后他要我的 name card， 然后我出去的话我没有带教会的 name card， 我是带了其中的一个机构我所负责的 name card， 然后我就把那个 name card 给他，那个 name card 还写着我是副主席在那个机构里面，然后他就拿着那个 name card 然后就看一下，然后就问我说你办公室在哪里，我办公室在那一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OK I give you a warning You may go now。然后我就快一点的驾车踩油，然后我就开始在我钱包里面我就拿出来，哇，我的 name card 真的是很好用了，以后放多几张。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 name card？ 多放几张 name card。 我要讲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记得，很多时候你在考验当中，包括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见证，是大家很常会遇到的。但是当你来到试探，不理是性的事情或者是钱财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那个的试探只不过是一瞬间，但是我们如何在试探的当中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你一定要记得听见神的话去遵守。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贿赂啊？不能够。所以你听见神的话就要去遵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七章的24到25节，在我们的讲义里头里面有说到什么吗？当我们听见神的话就去行，好像是什么，是一个聪明的人，就等于说你的房子是建立在什么磐石上，是有根有基的。但是相反呢，如果说我们听见神的话没有去行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把房子是建立在沙土上。当建立在沙土上的时候，就好像诗篇的11篇第3节所说的，我们是没有根基的。义人是指谁？是指我们。凡是相信耶稣的就是义人，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所以我们之所以会活出双重道德的标准的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基要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头里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你可以说 Amen 吗？我们需要神的话。第二，为什么我们会有双重的标准？不认识神的标准，不认识神的标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37节，5章37节这边讲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的就是出于那恶者。我还没有直接的解释这一节，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节的背景是什么。耶稣他说这句话，我们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的话是出于恶者。他整个的这一节的背后是在讲着什么东西呢？耶稣在讲着，听好，更高的一个的标准。如果说你看前面几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他想说，你们爱你们的邻舍，却恨你们的仇敌，有什么了不起啊？外邦人也这样子做了。耶稣讲说，你看热头是给所有人的，下雨也是给所有人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这些凡是信奉他的，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同时也要爱我们的仇敌。弟兄姐妹，爱那些可爱的容易吗？容易，每个人都做到，外邦人都做得到。但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仇敌容易吗？难。但是耶稣给我们的道德的标准是什么？要爱我们的邻舍，也要爱我们的仇敌，这个是他的标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有双重标准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根本不晓得他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有时神给你一些的难题，尤其是你是主管，你是经理，你是老板，你在公司里头的时候，你会面对一些的纠纷，
你会面对一些的灰色的地带，你会面对一些账目上的问题。感谢赞美主，就在一些灰色的地带里面去寻求神所给你的智慧，他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你会更加明白他的标准，他的心意。我们常说嘛，人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人的道路非同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就认为说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不可攀的，你错了。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是讨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下面那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为的是要查验合乎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当你面对灰色的地带，一些十字路口的事情的时候，你从来没有遇过，能不能够回路，能不能够做，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回到神的心意里头里面，他的心意就等于说他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心意更新的变化，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思想，回到圣经里头里面去找神的心意。什么叫神学啊？学神哦，简单吗？很多人读神学，但是他不晓得读神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像神呢？最像神的是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了，在这个地上里面从来没有人把父写明出来，只有子将父写明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在地上里面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完全是父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像父一样的完全。耶稣基督他在教导门徒，他跟门徒所说的其实就是父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遇到难题。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也就是你最好知道神更高的标准是什么。你想不想走在神的道路上啊？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人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神呢，你来帮助我，让我突破我的经济，让我能够突破，不要停留在中等阶级里面，让我去到中上，让我能不能够成为马来西亚前面的那一八千最富有的。我想告诉大家，那些富有的人，成功的人，他们走的路跟我们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想走成功人的那个路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有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条路。所以你在走着这条路的话，为什么你走不上去？是因为你看不见神的道路。所以你当你面对那个难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考验，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考验。当你知道神更高的标准心意的时候，就代表说你知道他的道路，你将会走上他的道路。你可以说 Amen 吗？你一定要记得神的标准一定是更高的。然后我要结束了，我没有时间讲第三点，正常了，我讲不完我的信息是正常了，讲得完是不正常。我们回到刚才耶稣说的那一句话，他说你们说话的时候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恶者。我想问大家，在耶稣的教导，在耶稣的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含糊不清啊？有没有灰色的地方？没有。我们认为是有灰色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双面人是指什么啊？在人前说人话，在鬼的面前就说鬼话。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双面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变得那么快呢？是因为他们有双重标准。但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么简单的这一句的经文，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常常都会读到的。耶稣想说是就是啊，不是就不是。
不能够给贿赂就不能够给贿赂、啊、inject 三万三千，能不能够讲说多隆啦 inject 多隆啦，是犯错就是犯错嘛，是违规就是违规嘛，是配得拿到三万就拿到三万，是就是嘛，怎么要讲说是的我犯错，但是多隆啦 inject 谁要刀谁要法汉多隆啦 inject，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再讲直接一点、啊、很好的 example， 应当纳的税就要纳。有很多基督徒告诉我说，哎，牧师，我们能不能够逃税呢？在圣经里已经讲明了，当给凯撒的就要给凯撒吗？当给神的就要给神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你赚多少你就应当给多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直截了当。有没有灰色地带？有没有想说逃税？没有。是我们基督徒因为在现实的职场当中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做账目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可以逃税，我们可以左手右手出，我们懂得账目，我们可以这样子改，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最简单的这一处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听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告诉我们亚东也是什么？告诉我们说持守坚持基要的真理，是需要去持守，是需要去坚持的。我的意思说，之所以不会有标准的缘由是什么？打从第一天 from day one 是就是，就算是有一天我升高了，我成为主管，我成为经理，我成为高层，我当初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员工的时候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是是，有一天我去到高层的时候也同样的是是，我多说的就是什么，是来自于二者。你知道吗？今天在职场方面有太多的人会说太多奉承的话，奉承的话在英文里面说的是什么？ flattery， 意思说我们很会去捧那个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那个人是厉害的话他是就是，你说他有多厉害就说他厉害那个点就够了，你不用去奉承他，你不用去什么 exaggerate。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个问题吗？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里面，包括我们今天做牧师的话，我们都会 exaggerate， 教会300人说到600人，是就是吗？不是就不是吗？所以疫情之后的话，我在自己的教会里头里面，我对着所有的会友都说嘛，疫情之后我们教会的总出席人数少了 25%， 我们的教会的奉献少了 18%，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所以要记得，如果说听好，你只是一味会去奉承别人的话，听好，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人，敬畏神的人呢，当他一听你所说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的 standard 是什么了。我问大家，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一个人呢，被神用的，就算是他不是神的百姓，他是外邦人，但是他是真的有料的话，他需要靠你奉承的话吗？当你在奉承他，或者说你奉承别人的时候，当他听见你口里面所说的不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人量的，你也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升高我们的是我们的神。当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在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当我们遵守他的心意的时候，他知道，他就会升高我们。我想告诉你，当别人升高你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人的脸色，但是当神升高你的时候，你只需要看神的脸色就够了。
看神的脸色比较好还是看人的脸色比较好啊？当然是看神的脸色。来，我们一起站起来。Amen。 前个礼拜当我讲到说真实的时候 integrity 的时候，我想说一个人如何能够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纯意清洁的心，正直的一个人。人家讲说忠忠直直，终虽黑色。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一个人吗？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不会离开了那个跑道？这个就是前个礼拜我所说的，把自己放在问责的当中，把自己放在 accountability 的当中。什么叫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account responsibility， account responsibility。 所以你知不知道账目里头的每一个的数字都在说这个故事？懂得 account 的人就知道，不懂得 account 的人就以为说随便动手脚的话就可以过关。懂得做 account 的人，数字里面的每一样的记载其实都是讲到说这间公司里面的运作，这间公司里面的故事，骗不了人的。所以这就是问责，就是 accountability。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在工作的环境当中里面，我们很想找一些的捷径 shortcut，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呢？要刻意成为一个透明，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透明的人，在人的面前是一个透明的人。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教会里头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头里面，我们如何当我们侍奉主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是真子，仍然是纯义和清洁呢？我们必须要委身于在教会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人最容易做错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当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你如果说你有好的同伴，你就能够 accountability。 Amen。 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人。我不晓得这个是否是你的祷告，但是这个是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给大家看最后一节，我给大家看最后一节，我差一点忘了要把这一节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也就是诗篇的十一篇的第七节，最后一节，最后一节第七节，最后一节第七节，这边讲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不要害怕忠忠直直。有时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傻的一个传道人，我很笨的。有时我觉得是，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神他喜爱公义。最后那一句话讲说，真实的人必得见他的神。弟兄姐妹，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他一定会升高我们的。当神升高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升高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知道那个 business deal 是从他而来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恍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惊醒。弟兄姐妹，你的事业要神建造还是要你自己来建造？你要神来看守还是要你自己来看守？我宁愿要神来建造，让神来看守。但是我如何让神来建造和看守我的事业和我的侍奉？只要我遇见他就可以。但是遇见神的条件是什么？忠忠直直啊，正直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把直的东西说成歪了，把歪的东西说成直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每个人。好吧，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心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来准备一二三，一起来祷告。萨克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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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萨克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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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主，你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头里面，你要他们看守修理这伊甸园，那个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敬拜的地方，那个就是他们的教会。主，你所给我们的工作就是那个的伊甸园里，就是要我们修理和看守。但是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像你一样的完全，让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头里面，我们能够侍奉你，侍奉你，敬拜你，那个就是你所给我们的呼召，是你所给我们的选召。谢谢你把那一份的工作赐给我们，主，我们愿意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人，主，我们不偷懒，我们能够做的话我们尽量做到100分，因为那个是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一起来唱，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希拉的跟随你。从头再唱一次，把我们的工作献上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给最爱的耶稣，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敬拜，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意识，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从头再唱一次，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意识，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的将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交托在你的手上。
我们再一次的献上你所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从你而来。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安放在那个的岗位，那个岗位就是你所给我们的伊甸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工作是讨你所喜悦的。Amen. 但是更加重要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完全。Amen. 主啊，就算是在吃亏的当儿，主啊，让我们继续成为一个真实的儿女。Amen. 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主在此刻我祷告，当我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真实的时候，我祷告他们必定会见你的面。Amen. 因此你的荣耀必要光照我的弟兄姐妹。Amen. 祝福我的弟兄姐妹。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祝福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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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志明牧师的分享，大家请坐。在这里还有一些的补充的报告，请大家留心的来听报告。我们的这个的每逢星期二的这个行义路祷告会依然是会在我们这个的菲拉铁菲教会的面子书那里呢有这个的直播。在这边假动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有可能要去到我们的母会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在下个星期开始呢已经是学校的假期开始了。然后我非常鼓励所有的家长们，当我们在浏览在这一个的直播的时候呢，带上我们的孩子们一起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家中来，在那里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祭坛。若是你说哎，我可以去到母会一起的来 corporate prayer 一起的聚集祷告，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OK， 我知道有一些人开始 clear leave 了， alright， 有一些他已经是开始 plan 你的 holiday 了，所以好不好我们把我们这个的祷告的这个 agenda 情与路的这个 agenda 也放在我们的这一个的 planning 里面。好，让我们星期二我们在我们的母会那里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一起的来遇见我们的主。 Amen。 所以约定大家在线上的带上你的孩子在家里面来住这个家庭祭坛。若是你有空的，你可以有这个的时间的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母会。而我们的这个来临的12月2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的洗礼。 OK， 我们的聚会完过后我们就会马上有这个洗礼。若是到现在你还没洗礼，你若是你还在考虑你想要洗礼的话呢，赶快来到我的面前。 OK， 我们一起来报名，我们还是会 personal 的跟你有这个的上课的时间。好，第三项的报告呢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一个的 next gen。 Alright， 我们在这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一个的集训营。我们在这一个的过去的每个星期六都有儿童的这个活动，但是其实教会要建立新时代的器皿，我们也没有忘记在这一些的年轻人的身上。所以在12月19号，我在重复12月19号的这一个的11点钟到4点钟呢，我们会在 1U 这一边让所有的12岁到18岁的弟兄姐妹 OK 年轻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若是你的孩子想要带朋友来怎么办？来吧了 OK， 他只需要付当天的入门费，而我们呢会包他们午餐。所以每一个的父母亲，让我们的孩子一起跟教会的领袖合作，让我们真是可以接触到下个时代的这些年轻人。而我第四项的报告呢就是我们的 Filio Group Meeting。我再重复，我们的 Filio Group Meeting 呢将会提前到明天晚上的12月11号，明天晚上的8:45。我再重复，我们的 Filio Group Meeting 会在明天晚上的8:45。在这一边所有的弟兄姐妹，请大家一起来跟教会的领袖们 OK， 还有我们的牧者同工合作。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是在 Zoom， 我们不在实体，所以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 OK， 真的是求求大家，因为要年尾了，我们要知道来临的这个圣诞节，我们要所邀请的朋友，还有即将要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发展 OK， 我们要如何去牧养更多更多的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很需要在这个2022年的还没结束前的最后一个 Filio Meeting， 所有凡是有参加，我再重复，凡是有参加 Filio Group 的 OK， 你都要上线来一起的来开会。所以牧者呢，美玲牧师都会在当中来跟大家的来教导大家如何在这个的 Filio Group OK 继续的来复兴，如何在教会里面用 Filio Group OK 来复兴整间的教会。所以我再重复多一次，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弟兄姐妹 OK， 现在 OK， 你就现在 set 你的 date， 明天晚上
8:45，随愿你喝茶都好。Oh, sorry， 我们9:30过后再谈，好吗？我们是短短的这一段的时间，来到 V6 Meeting 里面，约定你明天晚上8:45。而我最后一项的报告呢，就是在下个星期，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圣诞节。All right， 来拍掌鼓励一下，好不好？星期一 ，OK， 这里就会有很多凡事来表演的 ，OK， 来筹备，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个的彩排。所以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幕后的团队，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用心，包括 OK 陈美儿本人，她都会在我们的当中 OK 来做这个的 rehearsal， 她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把我们身边的朋友姨妈姑姐 OK 上山 OK 上山下海的 OK 左右跑 OK 全部的带到我们的当中 OK， 我家人也会来，我家人的朋友也会来，不晓得你的家人有没有来呢？所以我鼓励你，我也挑战你，把你的家人带到我们的当中，一起的来听这一位艺人陈美儿，也是冻龄的这一个的 OK 艺人哦，他的生命真的是经历很多很多，从婚姻到他自己的生意的生涯，到他自己的整个的明星的生涯，他会在这个地方让你们来听听他的见证。不但如此，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大家来预备节目。儿童又怎么办呢？儿童我们会去到楼上，我们会有这一个的 Christmas Fun Fair Room。 今天我们的老师们已经去看了这个 Fun Fair 的所有的这一个的preparation， alright， 是非常非常非常刺激，小朋友一定会很开心的，然后还有礼物等着他们来索取。所以下个星期不要错过我们那么棒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的布道会，让我们看见下个星期在这里是坐满水的弟兄姐妹， Amen。 所以好不好，再次的鼓励大家带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家人来到下个星期六的7:30的圣诞节的布道会，6:30我们就会有晚餐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所以来预备好你们的心，来我们下个星期见。线上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意思的 OK， 下个星期我们没有 live， alright， 所以你要回到我们的当中 OK， 在这一个地方一起的来跟我们见证这个的圣诞的布道会。所以呢，每一个人你都要必须要回到这个实体，我们是没有线上的这个聚会的 OK。 所以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下个星期来到这里来庆祝圣诞节。今天晚上我们聚会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时间，愿神祝福大家，晚安，拜拜。大家好，我是陈美娥，很开心得到了吉米牧师的邀请，我会在12月17号还有12月25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布道会。第一个地点我会在 Atiwa Plaza Bandar Seri Damansara 宣恩会，时间是12月17日星期日晚。